其实是有那个西班牙文的，那我们就带我们的诠释啊，就尽量对，因为你知道其实西班牙文有一个词，那个词台语是发音的，哎、欸，哪一个呢？叫婆虾。婆虾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听你在婆。婆虾啊，所以就是大家听到这个关键字的话，让大家那个手要放下一下，筷子要放下，手机都放下，掌声响起来。对，好，那这首歌。所以我想希望大家会喜欢。Yeah.
来去换。